姐姐，你去过学校吗？学校是不是很好玩？是不是可以跟很多人踢球？姐姐，你会带我上学吗？ Lillian, I will settle your rental fee, so you don't have to worry. This is for you, but it comes with one simple condition.香香，什么事？姐姐，我做梦。什么梦？我梦到 Monster 去姐姐，然后变成 Superman。什么 Monster 去睡啦？连姐姐被说你还没有睡，是不是怕梦到 Monster？ 都说没有和 Monster 了，快去睡。哦，姐姐，晚安。小香，有没有看到家里的锁匙？在这里。乖。你在画什么？姐姐，我要耍个波马给我，可以吗？来，佩姐去买菜。珊珊，姐姐没有钱买 soccer ball 给你，你先玩这个 OK？ 谢谢姐姐。喜欢茶杯吗？香香。爸。你看我们什么给你？哇，汉堡包，谢谢爸爸。珊珊，不要拿。珊珊，你先上去。拿上去，拿上去。珊珊。哥。不要动。哎 ，OK OK， 哥，这摆代志做到了，我欠了真侪钱，哪时我就帮我还，你代志暂时坏。你到有理无？下再借我几百块无？当然可以啊，几百块而已吗？啊，哥。等你死了，我就烧给你。哎，你敢跟我讲话？我臭草本是你老爸。按照表格压力，你不配做我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吃了吃喝嫖赌之外，你还会做什么？还有你对我，你没有做完就算便宜你了。姐姐，你看安迪买巧克力给我吃。珊珊，先进去，姐姐有话跟兰姨说。兰妮，我讲过很多次，钱我一定会尽量还给你。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带那个有钱人来找香香？李莲，没那么像那么有钱，又那么喜欢香香。如果你肯把香香让给他，你欠我一整年的租金，钱都由他来还，而且你还会得到另外一大笔钱。你还在想什么？我自己会照顾香香，我不管那个有钱人有多少钱。总之，我讲最后多一次，钱我一定会尽量还给你。哎呦，你那里还得起？你只是在copy点洗碗，能赚多少钱？一整年的租金呢？我要不是现在跟你妈妈的交情了，早就把你们赶走了。还有啊，他长大之后问起妈妈的事，你要怎样回答？
哎呀，你自己去想吧。我是 Cameraman。姐姐，要不要喝水 ？OK。嘿，小香，来，帮宝宝开门。你来干什么？在新阳山跟你老乡那买，你买锤起，我锤起咯。你以为谁给他行啊龙？我不会让你乱来的，你敢再来，我一定报警。哎、欸，警察带来喊我，警察是会叫，安怎袂锤起？你给我记住，恁爸爹就转来。小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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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翔。跟你讲不要拿了，你还吃？还吃很好吃，要不要？以后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你最好听话。我叫你买收购包给我，你不要。爸爸每个汉堡包你丢掉，我讨厌你。还在生姐姐的气啊 ？Sorry， 姐姐不应该丢你汉堡包。改次好吃的话就看这个喽。啊！姐姐，我要巧克力买给我可以吗？姐姐，你看安迪买巧克力给我吃。你看，我买什么给你？哇，汉堡包，谢谢爸爸。小翔，不要拿！我跟你讲，不要拿了，你还吃？我叫你买巧克力包给我，你不要。爸爸每个汉堡包你丢掉，我讨厌你。学校是不是很好玩？姐姐，你会带我上学吗？姐姐，为什么要到学校家住？姐姐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你。你先住麦登夏的家，我有空会来看你。你不是很想上学吗？麦登夏会带你去学校哦。耶，可以去学校了。到了到了 ，Madam 霞，有师傅看了。想，就 Miss Andy。
Auntie, you play with me chapter, then I miss you. 香香，不要乱讲话。Xiang, you are so cute. Next time, Auntie will play with you, okay? Say goodbye. My relative's kids left the ball in my house. Although I live alone, I have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y always have gatherings at my house. They have many kids. Xiang will not be alone. Mei Nan Xiang, what ang bao le? Don't worry, I will pay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五星罗网拍好啊，哈。Lillian, I will settle your rental fee, so you don't have to worry. This is for you, but it comes with one simple condition. Stop seeing Xiang from now onwards. Hey, 我看阿兰了，假死，叫我买卖你自己搞卖，你呢？你别没时间了，你过来。要钱不会自己去抢，就算你被砍死也不关我的事。哎，林北先你机会哦，哪时都卖家出来，林北的钱有的人给讲钱上是安怎出来的，快去买钱上买。去讲啊，讲啊，我陪你去啊。你刚才你传这些字的女儿。去讲这才是我生的，我自己生我自己的弟弟，很厉害哦。去讲啊！你还得起，你只是在咖啡店洗碗，能赚多少钱？ I will play the part of his mother, go get a better job, and lead a stable life. Just forget about Xiang.姐姐，老师叫我们写信给我们最想念的人，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了。姐姐，学校真的很好玩，我交到很多朋友，除了踢球，我还跟他们打篮球，我现在真的很开心。妈，姐姐，你不是说你会来看我，为什么你没有来？姐姐，我想你。